现在时间就比昨天要多。来了，我这边。好，我先先读你的简历哈。好。就是第一项。好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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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这
本分局十月初接获民众报案称，同事疑因为债务纠纷在住处遭多名不祥男子强压带走。那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与刑大共组成专案小组，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。经巡线埋伏，当日成功营救当事人，并现场逮捕犯嫌一人。那经深入追查发现，本案系诈骗集团内讧。该集团以高价利用人头提供账户、提款卡等，并将其关押限制行动。那该案当事人在该集团负责协助囚禁提供账户人头，因为人头户趁隙逃跑，那诈欺集团无法顺利领取诈欺所得，要其为看管不力负责而犯下此案。专案小组另追查，曾有数名被害人遭该诈骗集团囚禁等情事。那经专案小组发动两波行动，于昨日逮捕主嫌胡姓男子及九名犯嫌到案，查获非自制手枪、西瓜刀、折叠刀、球棒等赃证物，顺利瓦解拘禁人头账户集团。全案经警询后，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。新营分局呼吁，诈骗集团先抛出高薪诱惑民众提供账户，再拘禁凌虐，请民众切勿轻信。面对此类诈欺集团，警察必将会查办到底，绝不宽待，揪出幕后主导者及不法所得，使其接受法律制裁，以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